经济音乐广播，洛阳音乐四季，感知城市温度，九四九气象站。九四九气象站和你关注扬州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多云到阴，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，西南风四级左右。今天最高气温31到32度，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5到26度。再来和您关注一组其他城市天气，北京多云转阴，20到30。